好，我要看的是一分的分位，它讲的是内分图，不能图呢用来传输，我们叫函数集。我们来看个例子，或被一个数负三，它们是在三点多，而且方法是加上一套文来分一套图，对，此方法可以用来呢以前学的应用在一种函数连续函数，还可以让复选函数两个复选函数提供的拉力，这样 f 三 f 一该不会成功。那说的就是用 f 三 f 是一个最难的一次，那如果 f 零呢 f 零三 f 零呢，它预测不够好。所以如果今天呢想要找一个更好的计算方法，可以一般就是要斜率的概念，哎，九三它是那无计算在三点零后才到呢，二的之前，我也斜率往上升，看它在应该估在哪里。那么当你可以用 f 三 f 五 plus 三来进行来估。好，这就是斜率考虑的估计。有什么估计？那可不可以再加上呢？如果加上四分可以，那四分我们三四分我可以加进来，五四分进来，五四分我们进来。如果碰到你呢，那到底怎样？一路下降吗？每个进 f 二至 f 加上去吗？不，很难。我们的择还是方式。f s 它的 f a 上一 j 分之 f i 等于加上 j 分之五 plus a 乘以 s 点 l 加上 b n 乘 f q n a 乘 a k 十八，那熊的猜的才是。不在这都有期末考百分之八十。那两个咋样？你看，不相似，带零点等于为，什么叫做三 s 方？什么叫做 k 十八的？加起来的抽象。好，多此这样子，如果一个函数是这样的话，那它五分之三呢？假如一个函数不相似呢，它四减写成这样子啊。f 就是一段子加 j 方 j k 什么，一直抽到五大，对，就是 k 零点到五大 j k k 的，这是说。如果它可以写的东西是个引导，跟文的关系是什么？我把这个给文。你看 ，F0 是怎么看的 ？F0 不是空的吗 ？F0 后面没有零的。那 C 把 F 分，把 F 分之后就是一个零的，常数零。各位呢，就是这个微分呢变 C S 啊，各微分呢变 A C A S H， 所以我们可以用 C 分。这个微分呢不要吃，那你看 B 数变了，变成 C 又变了 ，C 度呢变成四线，变成四乘二啊，然后让我们不善意的啊，会超大气。那 C 三呢？就三 S 平方，这五微分 S 方的微分变成三乘以乘 S， 四三微分三零，所以是三乘以乘 S。四微分的结果会变成是三乘加上 C 四乘以四乘以二 S。那用现代人举例看，第二级是 F， 第一度呢倍而 F plus 零，所以 two 是二分之 F plus 零。三乘以二乘以就是 G A， 三乘以 C 三是 F 微分零。那 C 三就 G 分之 F 微分 ，C A 就 G 分之 F 微分。那于是呢，我们把这些 C 这些算到里，但是全带回去，又得第一个值，就是在零点的差。这呢，当然是有个猪的名字，我们记住。好，那么。f c 碰到为止，如果 f 等于 a 分之 f 零 s 八二分之五八零平方，大家要分之 f 零 s 八，这个就是泰勒式。好，关于泰勒的有没有同学你教这边不懂的？好，我们就继续。所以如果是一个 a， 那它开始是类似五八零乘 a， 然后给我们 s a OK 了。那再有一个特定，它是也是用 f 上一 a 分之五八零乘以 b 乘 a， 加一直加到 f 分之 f 八零一乘 a， 所以它 a 与 a 和 b 的 c 又给差距给补上。然后我只算是我用 c 来补啊，这就是一个热情啊，又给我们回避难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变法。f 如果一是啊，第一个是 s 啊，那 b 会怎么样 ？b 是第一个是 s 啊，所以 plus s f plus of s s f s 是 e e 的 s 啊，所以 e 是哪个 s 呢？我刚刚的公式面，它的前面 e 是 e 的 e OK， a 最后的特征是 e s 等于零负 c， 所以全部都是对，所以 e s 是这样 ，s 加 e 分之 r，e 分之 r 当然是加上 n 次方无限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今天要举个实际情况是像怎样呢？这个一项 e 的 s 测线，举一项就是这个实际，如果确实才是啊，那 e 方在测条底线，那 e 加 s 就这个界限，去 e 加 s 那会变成接近与。举到 S 三就这样，再丢也重叠，好，再丢地方看。所以呢，可以用看看取 K 项来逼近。所以它的重叠是 S， 逼近这样。那 S 它的负分是负 cos， 负分哎，三负分 cos， 最后负分每分是负 sin， 哎，是负 sin。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来表 sin 等于啊二分之三会得三结尾。那这些如果在做 sin 的时候呢，它 S 等于后项不见，留掉单项。所以如果我们 A 等于的时候，单项基数有项，有效成果一分丢减二方加四分之四方，好，剩下二。接分之十二方不得分之十方，那总或上一边图形上一样，那几十块的图，可是底下图是一，这样呢会变成一个曲线，有点接近。曲线呢之后往上好了，这上往下是好了，越近可能曲线就会近得更好，那越接近和三。我如果君子定，取第二项就会正得三十，这样接近。OK。另外 ，ln 值如果毕竟是怎么样 ？OK， 二十分之一，二十分之不为问题，三十分之三不是，四十分啊，这上是什么？那不然呢就n 次为方一分之四啊，然后慢把解成开始在 a 点 s。啊，这不是两项是限到五十项的文的曲线实现，毕竟发现量都长得一样，到了日向几年，十项就满就是在远地方的短线，十项时候这几乎都在远地方推断力的。好，那你看到了太窄的概念啊，好，熟悉。